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款老物啊，对，它也是有点年代了，2015年左右的时候推出的《魔物猎人》10周年，还有《超合金40周年》的联名款《熊火龙利奥雷乌斯狙击变形》的一个，它是可以在火龙剑士呢跟熊火龙形态之间做一个转换的一个可变形的玩具了啊，那整个都是。大量的合金部件呢、啊，毕竟它是超合金的一款玩具。当年我并没有买了啊，那这是我的好朋友观众呢，所借给我的其中一款玩具的。那由于这个玩具已经年代比较久远了，加上呢我手残的关系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配件，然后配合火龙翅膀呢，可以组合成一个类似于是盾牌的造型，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我在施力的时候用力不是很 OK 啊，这个地方被我给弄断了，所以盾牌的部分呢也就不给大家做展示了啊，非常的不好意思啊。然后呢，他的一把大剑，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手上的大剑啊，他的握持的手的话呢有好几种造型，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剑齿的手掌，那我们也可以替换成这个，则是笔直的一个手拳头。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呢，则是完全握拳啊，另外则是一个手掌。那你会说，为什么只有一只手？对啊，因为它的另外一只手是龙头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火龙大剑，它这个地方呢有一块零件可以推动啊，我估计吧，它是往前面推一点点哦，把这个地方给固定住啊，应该没有其他的作用了。大剑的话呢，这个就很有魔物猎人的那种粗犷的武器的感觉，它可以做个简单的小变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火龙的一个尾部啦，那个。经常断尾的朋友就知道了啊，那这个武器的话呢，本身呢跟这个东西本来还可以有个互动啊，但是零件坏掉，所以也就不展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首先啊，玩具身上还有一些灰尘啊，这位同号朋友应该是让他在柜子上面站了很久，我也是稍微已经清了好一会啊，但还是难免有一些，各位就勿怪了哦。首先啊，它身上有大量的这个尖刺，尖刺的话呢，倒是不用太担心啊。它这个尖刺远比我们想象中来的还要再稳固一点，虽然尖锐，但其实细看的话呢，它并不是说非常的细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在它的胸口这一块，整个部件是全都是金属的啊，非常沉重的一个手感，就好像有铁甲武士的感觉。那头雕的话呢，就是一个火龙头盔了啊，因为我自己有玩这个游戏，所以就比较熟悉啊，做的还是挺像的啊。这个肩膀上的尖刺啊的这个甲胄的话呢，可以往后面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地方有个关节，这变形的时候呢，会需要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啊。背后的这个腰身呢，也收得很漂亮。后面的这个裙甲的话，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啊，尽量把它往上面推上去。那么裙甲的话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二三，还有前面啊，还有两片小的在这里。小的这两片的话呢，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如果变形太用力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可能会喷溅喷出来。这一块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裙甲可以翻了。然后膝盖的部分呢，侧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甲胄，可以做一个造型的调整。那这一代的这个造型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看啊，真的很有魔物猎人的那种盔甲的感觉。那可动度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啊。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前后呢可以这样子转动去做一个摆动。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只手的话呢，是一个火龙利奥雷乌斯。那这个嘴巴也是可以张开的，里头的话呢，还可以去有一个配件可以去做一个安插。那这个还是一句话，这里尖刺非常的多，把玩的时候还是自己要小心。但是，这个坚固的程度，我觉得还是比较 OK 的啊。刚刚才弄坏一个部分，现在你就说这个尖刺没有问题，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吗？这里有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的话呢是变形的时候有所需要，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那手臂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那这个配合这个肩部的甲胄可以移动，所以它的可动的话呢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再来得好一点点。腰身也是前后可以稍微动一下啊，基本上是往后动比较多了啊，往前的话呢，由于这个甲胄的关系会有一点限制到它的一个造型。那么脚的话呢，侧踢、前踢、膝盖啊，膝盖的话呢，还可以有一个弯超过于90度的一个设计，给各位看一下啊，可以完全弯超过于90度。这个部件的话，可以稍微推上来一点点，补充一下造型。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可以动一下这片啊。变形的时候呢，是需要做一个调整的啊。整体来说的话呢，把玩起来的话呢，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很扎手啊，非常非常的刺。但是呢，它的沉重的手感呢，还有这个合金的一个感觉。
可以感觉得出来是一款非常有质感的玩具，造型也是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是魔物猎人的这个玩家的话呢，相信对这副盔甲啊，你会感觉到非常熟悉啊。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款利奥雷乌斯它的变形过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大剑的话呢，两侧这个部件翻出来啊，形成它的一个尾部。这里可以稍微动一下啊，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呢，把这块部件这里有一个 C 型扣的这个缺口，从这个地方斜插进去，然后呢，把这个凸从这个地方给扣下去，这个样子。因为呢，我们要做的呢是把这一块啊，把这一块部件呢，这一块部件要在这个部件的下方。那我们就是往边缘推到底，到这边，好，这里把它扣到底，这样子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的一个相对应位置。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暂时放到一旁去了。那我们其实变形这款利奥雷乌斯的话呢，主要的变形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龙头的跟这个龙的这个手呢做一个转换，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转换而已。然后呢，两侧的肩甲打开之后把这个头给推出去，推的时候呢从两侧这个地方给闪过去啊，这样子推到后方来。再来呢，我们把这个胸甲的部分给往两侧打开，打开的时候呢真的是比较紧了、特别是它的下半部这一带，下半部这里比较紧啊，我们先把它给推开来，两侧都可以打开啊，整个是金属部件，看上去就非常不要说看了，应该是摸起来非常的舒服啊。那再来我们就看到它的一个内部的结构了，在这个地方我们主要要做的呢就是把，你说这里不是有个连接杆，有个伸缩杆吗？这伸缩杆的话呢，我们把它给转出来，提上来，提起来，哎，整个提起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手呢，手拳头的手把它塞到这边来，那我们就是旋转这一个部件，那我们就是躲开它，转过来到这里，好，到这边，再的话拳头就顺势的往下面转进去就可以了，就把他的手呢给藏到肚子里头，把这个手能够转的极限都转进去这一块。原本手臂上的甲胄呢转到前方来。好，到这边啊，我这个变形也不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它这个说明书啊写的非常的抽象，我只能说好吧，万代尽力了，对吧。好，两侧这个，因为它这个部件啊非常的紧，我们可以把它捏过来扣住就行了。再来这个裙甲的话呢，应该是要往上面翻上去，前面这个小裙甲往上面翻上去，好，到这边这个地方夹住就可以了，到这边就行了啊。好的，那么这个熊火龙的这个后面这块裙甲，它是一个双动关节，我们把它往下面拉下来，然后把这个头往后面拉下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构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头的话顺势再往下压下去就可以了，到这边它的头就算是隐藏起来了。然后呢这个部件就往这里放， OK， 到这里这个原本的这个肩膀上的护甲就往下放就可以了。基本上变形到这边已经算差不多算是变完了啊。那再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脚的话呢做一个变形，首先把脚往侧边踢出去之后，这里它可以转下来，各位可以看到吧，它就是有一个多出来一个关节，好，往上转，往下放，这里另外折一个90度。然后呢脚这里它是一个去跟不对，它这里是一个往上折再往下折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前面这块部件就双动关节，这里准备放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脚掌给这个部件翻出来，然后整个脚掌可以拉出来旋转180度，再推回去，应该是要再推回去。然后呢它这里有两片前爪，把它放下来到这边，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腿部的一个造型。那另外一侧的变法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做个示范啊，这边整个横打上去再折下来，然后呢这个部件往下放，脚底整个拉出来，后爪不对，这个时候变成前爪翻出去，然后呢侧边两片爪子往前放，然后呢再把它扣回去，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双动关节，把它往后面搓上去放下来到这边，好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推回来这里。好，我们来看一下火龙的屁股啊，其实它有点像鸡啊，对，很鸟类吧。好，那么到这里了啊，这个时候呢它的变形已经差不多算完成，最后就是怎么样把还没最后，我们把这个火龙的尾巴从这里扣上去，从这里把它给扣上，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槽的，可以扣一下。好，到这里 OK。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的一个翅膀。那我们先把这个脚呢把它站稳一下，它还是比较重一点啊，这个玩具比较重，应该是前方这里，合金的部件都在这里。那翅膀就很简单了啊，就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那扣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红色的这部分是朝外侧，就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下去。好，到这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变形不难了啊，就但是就是稍微有点扎手，因为毕竟它尖刺的部分很多。但是还是那么一句话啊，可能我们的手指比这个尖指还要再更加的脆弱啊。OK 啦，我们的熊火龙 Leo Lives 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完成。熊火龙形态，它的变形啊，还是提一下，它其实真的就是只有人形的左右手啊如何做一个转换而已，脚的变形还是比较直观的了啊。那它的脚趾头，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很生动，它前面的这个三爪。那它的身上的这个尖刺的部分，有些小部件啊，你都可以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小调整啊。这个地方刚应该要把它给转上去啊，到这边啊，可能会稍微好看一点点。那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够夹紧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以它的这个关节的紧实度的话呢，完全是可以把它啊扣的还是蛮紧的。翅膀在掰动的时候呢，啊，如果你要整个翅膀动了好看一点的话，这个地方请把它给捏住，这样做一个摆动啊。如果你不动它的话，整个一起动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然后它的人形的头呢就很完美的，其实也不是很完美，哎，也可以算很完美，就这样子埋在里头。然后因为它背的头盔后面的尖刺，就刚好形成火龙背上的一个脊背的一个感觉。它的火龙的尾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动的了啊，就直接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关节而已。那这个部件的话呢，就赶快就进行一个火龙的尾巴的剥取吧啊。这个部件的话呢，顺势的放上来就可以了。翅膀呢可动的话呢，它本身根部有一个转轴啊，可以上下动，翅膀也可以稍微收起来，那收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啊。上面的这个火龙的翼爪也是可以稍微动一下的啊，火龙的翼爪，对不对？那火龙的话呢，是《魔物猎人》里头呢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玩具啊的一个角色了。熊火龙毕竟是初代里头的一个官方的吉祥物啊，尽管后面的话呢就越来越多很更恐怖的怪物出现啊，这个火龙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展示被打趴的一个战斗力的单位了啊。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呢，这是一款我觉得做的相当不错的玩具。尽管你看它的火龙好像有点松垮还是怎么，但其实可能比你想象中还要再更加的安全稳固一点。而且它毕竟它的人形真的做得非常的好看，火龙的形态的话呢，这个金属的光泽等等之类的，都是做得非常不赖的作品啊。那当然因为年代久远，你现在想要买到可能也不容易了。那么它还有推出另外一个银火龙的配色的版本啊，非常可惜啊，它没有再推出其他的系列作品啊，比方说雌火龙之类的，其他的玩具都没有。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啊《魔物猎人》和《超合金》的联名作品。不好意思啊，有个部件被我弄坏了啊，没能给各位做完全的展示。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